再来一个。你看今天真的有钱。没问题，来。没问题 ，OK， 准备，一二三 ，OK。两个人算。
需要一個麥啊。香港的表演连住三场的表演真是目不暇給，令人萬眼望埋的。好，那我们再次掌声鼓励看服香港。好，那跟住下来呢，我们呢视觉的盛宴呢其实还未结束的。跟住下来呢，我们有请香港中华礼仪振兴会，他们的表演是盛世华服，中意华服的朋友千祈不要错过啊！这次表演呢，将简要介绍我国华服。他穿的是初唐的女装哈。初唐时期呢，跟我们一般对于唐朝的想象不太一样。初唐时期呢，流行那种纤细修长的视觉效果，像说他们的发髻喜欢梳的高哈，然后呢，袖衣袖呢紧窄啊，袖裙子呢也是那种纤细修长的感觉。因为我们大家可以看到，它的裙摆是用两种颜色的布料拼成的，这一
种装饰法的话呢，我们现在称之为尖色裙啊，他们当时就说是多了剪裙啊。那这一种这个就是色，就是说细的这种布条啊，拼成这种裙摆呢，可以让整体的视觉效果呢显得更修长、更纤细。那么我现在走上来这位同学，他穿的其实也是初唐的款式。我会看到呢，它这两种款式其实有很多相同之处，这两套衣服，像说呢尖色的裙摆啊，窄的袖摆啊，等等啊，就窄的袖子。那另外的话呢，它在这个衣服外面啊，就是说这个衫子外面再加上了一件半袖啊，这一种的话呢，就外搭一件这个有点小背心啊，我们现在讲啊，它的话呢，它可以造成就是说款式的这种变化，或者说它用不同的布料、不同的这种色彩啊，它都可以让它整体的效果呢显得更有层次感。走上来这位同学的话呢，他就属于什么晚唐的款式啊。我们可以看到他跟初唐的风格呢已经有很大的不同了。初唐时期的话呢是纤细修长的，而到晚唐的时候呢，他们就喜欢这种宽大富丽堂皇的视觉效果，就裙摆也更宽大，袖摆也更宽大，等等等等啊。然后呢，除此之外呢，在发型上，初唐的时候呢喜欢梳的就是窄瘦的那种高髻，然后呢，那到了晚唐的时候，他们发髻就变得大，虽然可能也高了哈，但是呢，他们就是这个走宽大的这种效果，然后呢，上面再加上很多很多的发饰，这种呢就是属于晚唐的时尚风格。走上来这位同学的话呢，我们可以看到他跟前面这个晚唐的服装有很相似的地方。他这个呢是宋代女性的礼服啊，就是宋代女性礼服的话呢，它是由晚唐的这种和富丽堂皇的风格转变而成的。那么它作为一件礼服啊，它的特色的话呢，像宽大的袖摆，然后呢这个肩膀这边挂着啊，这个叫做霞帔的东西，它前面有挂的帔坠啊。另外的话呢，它头上戴冠啊，这个整体的效果的话呢，就是在宋朝的时候，女性呢在就像说比较盛大的仪式场合的时候呢，还会穿这样的服饰出席啊。那跟她的这种礼服相比的话呢，那这样大家可以看到，我现在身上穿的呢，就是属于这个宋朝的这种女性的便服，也就是说宋朝女性的日常可能就穿这样的款式。那当然，在不同的时间点啊，他们会有不同的流行。像我这一套的话呢，它就是属于南宋晚期的服装。说话它得有多晚呢？大概就是说这一种款式流行大概40年以后，南宋就灭亡了，那么晚，所以它南宋很晚的一个时代的风格。它的话呢，袖摆相对宽一点，另外它的裙子很有特色。大家可以看到它裙子呢是打开开叉的啊，它底下当然要搭配裤子，它这样的话呢就方便它，例如说骑驴啊、骑马等等的活动。另外的话呢，像我们刚才看到那位同学，他头上戴的是这个莲花冠啊，那我头上戴的话呢是一个牡丹冠。宋朝的女性呢，她们很喜欢花啊，然后呢很喜欢戴冠，然后呢还会把这个冠呢做成各种的花型，这是当时的一种时代的流行啊。好，然后呢，那么现在呢？走上来这位同学呢，他穿的是明代的服饰，而且他是属于晚明的时尚流行啊。明朝呢，他跟唐朝也有些地方像啊，就是说呢，这个在明初的时候，他们的服装风格就相对比较紧窄，然后呢，越到后期啊，衣服呢就越宽松越宽大。像我们可以看到它的袖摆啊，其实就比较宽。当然，这个是说已经顺应现在的这个需求啊，算是有一定程度的这个减少了哈。然后呢，但是它其实算是一个宽袖。另外的话呢，它的发型啊，在明初的时候呢，他们是比较紧啊，然后高耸啊，就往上发展的。那我们可以看到这位同学他的发型就是比较往后梳啊，比较宽大的效果。另外的话呢，我们可以看见这两位同学他们的这个衣服肩膀这个地方呢都挂着一个华丽的装饰品，这个装饰品的话呢称之为云肩啊。这云肩在一开始的时候它是一个实用的物品啊，因为呢我们刚才讲到它头发往后梳，然后当时的女人呢头上要涂很多头油就很容易沾脏的衣领，所以她在这个领子这边呢挂一块云肩，让她的这个衣服比较干净，比较不容易沾脏。可是后来的话呢，这云肩越做越华丽，越做越漂亮，然后呢，那大家呢就把它赋予了一些这个礼仪性的需求啊，就是说，例如说普通的衣服啊，就是云肩小啊，礼服的话呢，云肩大。像我们可以看到他们这个衣服前面，云肩前面的话呢，哈、啊，都挂了这个飘带啊。这种装饰法呢，其实在明朝的时候没有啊，在到清朝的时候，他们才流行起在云肩上面挂飘带啊，这个在新娘礼服的里头很常见啊。那么刚才。
走下去的这两位同学呢，他们穿的是女装嘛。现在上来的这位同学的话呢，他穿的就是明代的男装啊。明朝的话呢，他们其实总体的这个审美偏。Thank you.
好多謝香港自此稱落漢服社的華服走秀。咁我哋今日嘅表演就到此結束一段落啦。咁咧，我哋聽日咧就會繼續有我哋嘅國際華服節。咁記住咧，聽日再嚟咯喎。好。咁中華歷史經歷咗有24个朝代嘅更替，每個時期嘅服飾都有佢獨特嘅設計同埋風格。我哋依據歷史文物展示出咗唔同時期嘅大國風姿。讓漢服之美傳遍山海。咁喺台上邊咧就有好多呢個服裝嘅展示。咁就由呢個秦漢、魏晉、南北朝，去到呢個初唐、中唐、晚唐、北宋、南宋，同埋初明、中明、晚明都有嘅。咁其中我就會揀其中一兩件向大家介紹一下佢哋個衣服嘅特色嘅。咁就呢個秦漢，咁毛特兒咧身穿曲居，參考於馬王居布，居布呈曲狀，展現出女性嘅柔美同埋優雅嘅。咁喺魏晉時期嘅服裝咧就承襲於秦漢嘅遺族，咁佢就吸收咗少數民族嘅特色。咁款式咧就為上儒下裙，上簾下風，衣身咧部分比較大地，大袖翩翩，色帶層層疊疊，表現出端莊同埋飄逸嘅風格。咁初唐嘅時期，我特意佢哋嘅漢服入面就垂領衫，外衣為唐背子，下裙為膠魚裙。初唐嘅女子實行簡練嘅著裝。中唐嘅毛特兒，佢哋就會著對襟上衫同埋齊胸下裙，齊胸衫束於胸上。由於中唐嘅時候國力昌盛，所以中唐嘅服裝咁向我哋而家咧身穿南宋嘅工服，佢嘅圓領大袖衫復原咗浙江宋代趙白雲墓嘅文物。居家橫欄，腰間束二格底，頭上戴服頭，腳靴或者格履，是非常之公式、莊重、隆重場合著嘅服飾。喺南宋嘅時候，毛特兒佢哋就會穿著呢個對領襟、背子長及膝下，前襟敞開。窄袖兩側開高叉，喺門襟袖口都有啲花邊雙邊嘅形制，參考於福州南宋黃星帽。喺中明嘅時候，毛特兒佢哋就會身穿比甲帽袖對襟兩側開叉及至膝下，盛行於明代。有好多種形制，比甲一般係同樹領、斜領、長衫或者呢個膠領衫。各位嘉賓可以上到台前，同各位著住華服嘅年輕人一齊影張大合照。好，各位嘉賓都可以過到前面嗰度，同埋係所有參與華服巡遊嘅同僚一齊影張大合照。
謝謝各位，今日第十二屆國際華服節的開幕典禮就在此圓滿結束了。感謝各位嘉賓，在這裡真衷心祝願我們的華服文化能夠得以弘揚，希望各位年輕人可以傳承我們的文化，承先啟後，令華服的文化不單止是過往的一個傳統，亦都會是我們引領未來的一個新的風潮。緊接住來咧，我哋嘅華服巡遊現在就要開始噶啦，請各位台下嘅觀眾咧都可以跟隨巡遊嘅隊伍。如果嘉賓有興趣嘅話，都可以跟住台下嗰邊嘅華服巡遊隊伍一齊去開始巡遊噶喎。我们请细心欣赏，掌声有请。
多謝康復香港為我哋帶嚟最清波，我哋再次俾次鼓掌佢啦。